很多地方上很多什么事情是值得去关心的，每个基层的地方还是一直有人努力在做。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部落村庄都还没有去真正的拜访过，有机会的话希望我们可以去服务更多的居民黎民。自己好像有一点进步，每到一个地方好像是新的开始。我最大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大家，我相信我们做过的事情一定会留下我们所有人的身影。这几个月呢，到了很多村很多里，再见我们得到很多会是一辈子难忘的回忆。欧巴。